好，你有真的叫我是喵喵，我是喵喵喵喵喵，他是喵喵。现在已经很晚了，然后又要解释错错什么坏事，这赶快剪掉来。好，现在已经很晚了，然后再剪。好，那我们看后面不就知道了。晚上哎，那我们现在呢要来抽抽乐，那我们先讲解一下为什么抽抽乐，抽抽乐的规矩。好，为什么抽抽乐？爸爸应该是想要让我们有礼物可以玩，这样比较高兴，不然每天都没有什么惊喜啊。然后呢，怎么样有抽抽乐？就是爸爸会买几张，然后呢，我们今天是每天有三项事情：收玩具，然后吃晚饭，写功课。写功课，还弹这三项事情，我觉得有弹。好，就会有零用钱，然后也会多加一抽。原本今天爸爸贡献一抽。然后呢，零用钱一抽，顺便来算一下。我弹钢琴。对，有弹钢琴的就一抽。要便便吗？你先弹多久？大概是我先弹多久？55分钟。算一个钟头，一个钟头几抽？5抽。两抽。妹妹呢？有弹钢琴的，抽一抽好。妹妹有便便吗？没有，妹妹扁扁一次，扁一次有两抽啊。对，最划算的。我以前曾经都被妹妹的扁扁那一抽打败过。好，然后就是4抽3抽，然后呢看有没有中奖。小抽的是5倍数的，然后呢大抽的是20、40、60那些的。这是小绵羊图案的，里面会有数字躲在里面。就像开奖一样，爸爸还没讲完呢。你试抽了一下，来了。我们现在发零用钱，每天10块钱。怎么温温的、啊？你是不是握很紧？然后呢？今天宣布，今天爸爸投进去小兔里。爸爸今天跟你说什么？今天情人节，然后呢？要送我礼物。有帮你买了礼物，对不对？另外，今天情人节加嘛，再多一抽。我开始过懂了，准备再多抽。一人再多一抽，情人节加嘛，好不好？好，今天情人节。对。妈呀，我都忘了。等一下一人相一个。还妈呀！玛雅探险一下。那我可以。怎么样？我都玛雅。抱抱也可以。亲亲。睡睡也可以，因为我今天可以邀请爸爸来我那边度一个度睡觉。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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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假。142没中，没中，那就几呢？这个情人节一抽留到最后，没中，这是情人节的抽。耶，35，35中了什么？小的130，130，130小的。OK， 接下来情人节最后一抽会不会中大的呢？大的是角落生物的，超喜欢角落生物的。你是零代。我看180，中大的！哦，不要我不要你的！130是小的，走走看。180是大的，小跟大，我好幸福哦！我们现在先抽小的，我们一人中了一个小的，我还有中个大的。又是这个蛋蛋飞机，这是你的奖品。哇哦，飞机，哇，再等。这是妹妹的大奖，这个是书。3，等一下，妹妹的，妹妹要抽什么？自己抽。我先抽这个，耶。13个，抽中了这个，这是我的角落生物本子。好，那我们要先来相13个吗？my love。
三个啊，送一个啦，情人节送一个。来，小欧来，觉得会中白的。今天情人节，香香来，快点，干净点，情人节，情人节呢，快点啦，快点啊。OK 了吧？哎，这飞机要现在玩吗？好啊。引领开箱，雨抽抽了。好，抽抽是谁？然后呢，这个呢是我们刚才动动的抽到的飞机。好，我们这样就好了，好不好？来，好了。怎样？怎样射出去呢？应该是这样。哦，我刚刚那我们从哪对哪边射呢？对墙壁。好、啊。失败。我想拍。你们伸过去可以吗？不要。不会怎样了。No。哎呦！来给我。这样子以后呢，让它稍微有点角度往上，不能去这样子撞到这里，要往上一点，这样子飞出去。看我撸了。好。飞机要这样子，它有要这样子斜射出去的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你要让它这样斜射出去，懂不懂？这边要，对对对对对。哎呦，我害怕。再用力一点。嗯哼。有点了，好，给妹妹玩。你怎么掉到那里？好烂哦！好烂哦！我技术好烂哦！我都没。这个角度最好。不要射到我。那轮子掉了、不用轮子也没关系的，对啊，反正轮子又没有。会搞定哈、妹妹，你要看姐姐，看姐姐射出去。还把它扯掉，好期待，好紧张，结果。好期待，好紧张。准备。好，你丢了妹妹。我怎么跑来跑去的？下面就订阅我们的晚上的影片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用手直接射就好了、对不对？射啦！哦，厉害！来，再继续录吧。啊，这头要不要拔掉？还喜欢影片。里面要拍到飞机飞过去的痕迹哦。好、耶！蛮快的。有一个疯子来接雨贝贝。哦，好高哦！好，飞到阳台去哦。飞，飞上去了，它往上飞。好了，好了。耶！耶！飞到！啊！哦，飞蛮高的哦。好，接下来换我。好，看你能接不接得住。已经在这里。哎呦！有点太低哦。慢慢的飞哦，往旁边一点啊！好，再来，快点！好，预备。那就打地瓜了，好，换我。打地瓜。打地铺水。哇！撞在屁股上。OK， 这边姐姐，我们拜拜。拜拜，干嘛？